小伙伴们注意看，蛋仔头顶的小啾啾会随着蛋仔的行走左摇右晃。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，蛋仔头顶的小啾啾永远都是健康的，不会生病。错大错特错，小啾啾并不会永远健康，他会受伤生病。你们难道不好奇蛋仔头顶的小啾啾受伤后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众所周知，蛋仔头顶的小啾啾他会跟随着蛋仔形影不离。如果你蛋仔的头顶也有小啾啾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每一个蛋仔的头顶都有小啾啾，但是颜色不一样。比如幻心医生头上的小啾啾是黄色的， NPC 温泉店长阿秋头顶的小啾啾它又是白色的，就连蛋仔岛中的小熊猫它头顶上也有小啾啾，并且还是纯黑色的。你对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，因为我设置了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那么当蛋仔头顶的小啾啾受伤后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发现了一个蛋仔，他头顶的小啾啾受伤了，他的名字叫星云咩咩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他头顶就有小啾啾，是黄色的，但是受伤了，被橡皮筋包扎了起来，正在治疗。所以说蛋仔岛蛋仔头顶上的小啾啾他并不是永远都会健康，他会受伤也会生病。当受伤生病以后，就会出现一个黄色的橡皮筋包扎小啾啾给他疗伤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